怎么了，季深？不开心吗？不是你说要过圣诞节的吗？我还把安安找来了，大家一起多热闹啊！也不是不开心。圣诞快乐，这是你的圣诞礼物。啊！啊，我的呢，我的呢？你的在这里啦。说起来，这个是你们给我的吗？肯定是哪个暗恋你的人放的吧？谁让你这么受欢迎？啊？平安夜就是应该和爱的人一起度过。好了好了，我们来一起拍张照片吧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一、二、三，茄子，拜拜，我回去了。啊，这是这个熟悉的字体，是大叔。这好歹都是他的一番心意，可是明明都已经和别人订了婚，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温柔呢？为什么我断了我的念想，让我死心呢？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避免着和家里人接触，就是为了不让自己那么伤心，想让自己坚强起来，可是怎么办呢？安迪，今天我有事不在，安子你这边接手吧。很紧张吗，朱丽叶？我们排练了这么久，你不相信自己，总要相信我吧。啊，谢谢罗密欧了。接下来的节目是由大四法律系联盟话剧社为大家带来的舞台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哇！不知道大叔在干嘛。现在你只要专心演好我的朱丽叶就可以了。好的。各自怀着爱慕的心情，朱丽叶和罗密欧在舞会分别。然而他们两家是世仇。罗密欧啊，罗密欧，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？否认你的父亲，抛弃你的姓名吧。也许你不愿意这样做，那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，我也愿意不再姓凯普莱特了。我是继续听下去呢，还是现在就对他说话？是谁啊？喂，你的嘴唇还是那么温暖，那么我必须要快一点了结。啊啊！七七，你刚刚……对不起，季深，我有一点事情要先走，下次说吧。我都看到了。什么？你和那个人什么关系我不管，但是我不希望你拿季深当挡箭牌使，请你离季深远一点，不要脚踏两条船。我没有。我比你更爱季深。